者王新瑜台北报道，阿妹张惠妹四日将在台北信义区开唱，三周前发放演唱会门票时，短短三小时就被索取一空。不料近日有黄牛业在网络上兜售，价格啊直逼上莫元。对此，阿妹与唱片公司特别留了一手对付，唱片公司特别保留500张票，开放给当天现场买专辑的歌迷们，希望大家能够用行动支持正版。昨日也公开新歌《坏的好人》MV 采剧场方式拍摄，让阿妹把脸、手、耳等各部位用 3D 列印的方式，像纸破碎的自己要被放进马力强大的机器搅碎。没想到不只是歌曲的后坐力极强，拍摄现场搅碎机的马达后坐力也超强，让天后被吓到绝呼怕怕。阿妹公开坏的好人 MV EMI 提供，阿妹公开坏的好人 MV EMI 提供，阿妹公开坏的好人 MV EMI 提供。